各位老师、同学，大家都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公开课。然后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黄斌博士来为我们做今天晚上的这个公开课分享。黄斌博士现在是上海智愈生物科技研发部高级研究员。然后黄博士是202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然后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然后黄斌博士工作在博士期间工作主要是围绕蛋白质设计方向，主要是蛋白质主链重构设计。黄博士博士期间参与了开发数款数据驱动的蛋白质主链能量函数 QBAR， 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这个不依赖片段拼接的蛋白质主链设计优化流程和方案，并且通过生物化学实验证明了该方法从头设计的模型蛋白结构与实验的结构高度相似。然后今天就很荣幸请到黄博士来为我们做今天的这个公开课讲座。然后如果各位观众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公开课结束的时候一并来对黄博士进行一个讨论。然后那么接下来时间要交给黄博士，就黄博士您请。好的，谢谢史博士的介绍。很高兴来到慕寒的这个公开课平台。然后呢，刚刚史博士介绍到，就是说我呢之前本科是毕业于哈工大的生物工程专业，然后呢硕士博士就是研究生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来到刘海燕老师实验室做这个主要是蛋白质设计方面的工作。刚开始呢也是做这个蛋白质的序列设计相关，因为那个时候熊鹏博士在跟刘老师一起开发了这个数据驱动的一款固定主链的蛋白质序列设计，而且当时呢也是在 Rosetta 这个方法体系之外呢开辟了一条不一样的数据驱动的氨基酸序列设计方法。然后在此之后呢刘老师也着手做这个蛋白质主链，也就是说这个 backbone 的设计。大概是2016年，我开始跟刘老师一起，以及后面还有许阳师弟等，参与这个蛋白质主链从头设计的这个工作。最近呢，也就是上个月，我们这个工作终于被就是说 Nature 接受公开发表了。然后可能大家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我们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这也就是今天我来到这里呢，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方法。这个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有一点拗口，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方法的名字，然后不依赖天然结构片段拼接的蛋白质主链从头设计。我这里面其实就是说 Scuba 有很多个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跟已有的方法不一样的特性嘛。然后我这里面把这个不依赖天然结构片段拼接的这一点拿出来，然后后面呢我会做一点就是解释。下面呢我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我的这个公开课内容。因为这个考虑到是公开课嘛，然后我把就是跟这个文章相关的一些东西呢我就做了一些取舍，然后包括这个内容啊、风格啊，以及我讲这个内容的一些角度稍微一点调整吧。首先呢，这个开局一张图，对吧？然后我们谈论的这个蛋白质设计，蛋白质设计这个我们的设计对象就是蛋白质。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也是这个基础的生命分子蛋白质。稍等，我这边屏幕可能要调整一下，有些遮挡。现在对了。我们看到我在这儿放了有这五个天然蛋白，有这个人的胰岛素，这是一个 NMR 的结构。然后呢，有这个免疫球蛋白，有乙醇脱氢酶跟这个解酒精分解有关的，还有我们这个活蛋白，跟我们每时每刻的呼吸这个生命活动都有关的血红蛋白，以及现在正如洪水猛兽一般的新型冠状病毒它的冠状的那个刺突蛋白的结构。放了这些结构呢，相当于就是说先一个这个开场白吧，就是说这个
材质呢，这个分子作为基础的分子，然后我们先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当然了，对于这个我们生命科学领域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这些都是一些触了。接下来就是说，蛋白质结构，我们这个蛋白质结构呢，首先我们知道，蛋白质是由这个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然后通过这个形态反应，这个缩合，连接成这个链状的，然后呢，这个剩下的这些就脱离水之后剩下这些，我们把它称作残基，因为后面会反复大量的提到残基这个词，所以稍微做一下解释。然后每两个残基之间呢，它在连接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旋转，可以旋转，这些呢就有二面角，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因的二面角 phi。然后这个地方它也是键，这块是键，但是呢，因为考虑到这个就是这个太平面，就是太键的这个平面性质，所以这个角欧米伽角一般是零度或者是180度，也就是说，要么在这边这个阳，要么在这边，要么在这边。然后呢，这个我们把这个链上面的这个碳，然后这个碳阿尔法以及这个这边的碳以及这个氧，把它叫做主链的原子，因为这些在后面都会用到，所以我先做一些介绍。然后这个肽链呢，在折叠成为这个真的这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的时候，它是先形成这个二级结构，然后呢，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二级结构。然后这些局部的这个结构呢，包括这个阿尔法螺旋，然后呢，包括这个贝塔这个折叠片，然后它们在这个空间当中再继续去折叠，然后形成这个我们能够看到成型的这个立体的三维结构、三级结构。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蛋白，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血红蛋白，它是由这个几个不同的这个三级结构，我们把它叫做结构域，然后再形成了一个复合体，把它叫做四级结构。我们说的蛋白质结构呢，一般是指这个三级结构。从这张图来看呢，从上到下，也就是说从这个蛋白质，我们把它叫做一级结构，就是这个序列，从氨基酸序列到二级结构、三级结构，甚至四级结构，这样下来呢，把它叫做这个蛋白质的折叠。然后现在这个蛋白质折叠，以及相应的引出了这样一个这个领域叫蛋白质结构预测。比如说现在以及前就是比较非常出名的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方法，实际上还有之前包括 ITASA 包括这个 Rosetta 等等方法，就是做这个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做的非常好的一些工具，就是从这个氨基酸的序列，就是蛋白质的一级结构，然后呢去通过立场的方法，或者是这个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方法，然后把它给映射到这个三级结构，就是空间结构中来，然后把这个过程呢反过来，就是我们这里面所称的这个蛋白质设计。蛋白质设计就是说三界中已有的进化出来的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结构，然后呢它是通过这个基因的就是突变也好，或者是重组也好，然后产生新的结构。那么我们在拿到这个结构，然后去反推出它的这个氨基酸序列的时候，就有一些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你放什么样的氨基酸序列使得它能够折叠成你的目标结构，所以呢要想各种办法去把这条路给走通。另外一个就是说三界中已有的这些结构之外呢，你怎么去设计出一些新的不一样的结构，也都是属于蛋白质设计这个范畴内的一些科学问题。蛋白质结构啊、设计啊这块，这个发展也是，尤其是近些年越来越快。其实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这个蛋白质设计这个领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科学家在颗粒组啊，在这个领域开始探索了。
包括这个，最开始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有那个 Degrado， 然后等等，他们组就开始做一些比较初步的尝试，然后后面有基于这个就是轻输水二向性这个去设计一些简单的蛋白，然后呢，我这张图里面放到右下角这个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吧，这个2003年的时候，这位 Baker 组他们当时用。他们本来是用来做蛋白质折叠，然后这个相关立场的这个 Rosetta 工具，然后呢给它反向操作，设计出了这样一个，他们命名为 Top 7这样一个蛋白。这个蛋白在当时是那个结构数据库里面从来没见过的一个新的一个折叠类型，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然后呢，在这之后呢，包括其他组。就是在蛋白质设计领域这块方法探索啊，以及那个方法的应用设计方面取得了，就是我感觉是总体上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然后比如说我看的这个2005年吧，这个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这个应该是窦嘉义博士在这个贝塔桶荧光的这个贝塔桶方面，这个取得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成就。然后后面这个卢佩龙老师设计了这个。第一个多次跨膜的这个膜蛋白人工从头设计的，然后在这之后呢，还有2019年的时候也是贝克组的这个白介素二内置物的这个设计，之后呢是徐忠福博士还有卢佩龙老师一起做这个就是跨膜的这个膜孔蛋白的从头设计，当时我觉得是一个也是挺震撼我的。还有呢，比如说这个曹东兴老师，做的这个新冠蛋白，这个一个抑制剂的一个设计，这个离现在这个就感觉特别的应用价值特别高。还有就是最近的也是1月份的这个结构的这个一个非对称结构的自组装的蛋白的从头设计，感觉这些总体上来说是。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快速的那个加速的一个过程，我感觉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那么介绍的这些呢，我想就是说蛋白质设计，我们为什么要做蛋白质设计，它的重要性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前面那个是蛋白质设计的一个定向的一个应用吧，也就是说往前向的说它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它能够做到那些事情。反过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这张图呢是从那个贝克他们的这个一个综述里面就讲这个蛋白质设计的发展的这样一篇综述，当时这篇综述我也是挺喜欢的。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打个比方说蛋白质结构空间如果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的话，那么自然界中花了这个多年亿万年进化出来的蛋白呢，可能就是这些，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结构空间当中就是这些点。然后呢，还有现在包括去之前得了那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定向进化蛋白定向进化技术，然后在这个天然蛋白基础上定向进化出来的这些蛋白呢，可能就是说离天然蛋白结构空间当中稍微近一点的这些点。但是呢，他们还是离得不够远。也就是说在蛋白质结构空间里面它还是没有特别的多样化。那么剩下的这些空间，这个浩瀚的这个空间呢，就是承诺设计蛋白可以发挥这个本领的这些地方呢，也就是说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费曼说的这个 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 这个我放在这里面呢不一定就是费曼的原因，但是我是觉得蛋白质结构设计可以反向的哺育这个蛋白质结构，包括折叠，包括预测，以及这个蛋白质结构科学的一些理解。比如说蛋白质它在自然界当中进化出来的时候进化成那个样子，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的理解可能说有一些它核心的要素，比如说它在折叠的时候它要维持它的输水核心，然后呢它要在这个结构和功能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但是这些非常非常细节的具体的东西呢，你不一定又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各种各样的蛋白，这些设计类型设计的结构越来越多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就是可以破解它的奥秘的一些规律。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蛋白质设计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前面说到这个蛋白质设计，我们之前呢那个 Abacus 是从这个固定主链的去设计序列，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在对这个蛋白质结构设计序列的时候，至少得有一个这个模板结构，这个模板结构怎么来。现在比如说啊，之前也就是今年大概一月份，这个叫做 hallucination 一个幻想设计蛋白的一个方法，也是基于这个 TRL setup。这个方法是从序列直接到设计这个序列，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就是它的那个分布的不同来直接得到一些可设计的，就是说能够形成稳定蛋白的这样一些氨基酸序列。然后我们传这个另外一种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说从这个一个模板然后设计序列的时候，你至少得有这个模板。在之前呢，包括 Rosetta 这个那个 Top 7的设计，以及后面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从头设计，都是在这个天然蛋白结构片段的基础上，然后呢去拼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构。这个合理的结构就是我这里面把它拿出来叫做可设计性的。可设计性的结构，也就是说你这些主链结构可以找到若干条序列，然后呢这些氨基酸序列在实际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生物环境中能够自发的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的结构，就是你的目标结构。那这些天然片段组装的这个结构呢，可设计性的蛋白质主链结构呢，肯定是要受到你的这个天然模板，就是天然结构片段组装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你要依赖这些天然结构当中找到这些片段。当然呢，现在这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越来越大，这个方法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只不过就是说强调一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依赖片段模板。第二个方法呢，就比如说像这种Alpha Helix 的这个螺旋，那么这个形成螺旋的时候，它内在会有一些内在的属性，比如说它这个螺旋的半径，以及这个每两圈螺旋之间的螺距等等角度啊，平常的角度啊，它是有规律的。那么把这些规律给它抽离出来，形成一个叫做参数化方法，也就是说你用指定的这些角度啊、半径啊、螺距啊等等，可以人工的去生成这样一些叫合理的或者说叫可设计的这个蛋白质主链结构。但是这个显然是就是结构类型受限制，比如说这种比较规则的螺旋树啊，以及一些重复叫做那重复性蛋白等等。然后在这之外呢，比如说这个最近的，也就是比较近的2020年这个潘英杰博士他们开发出这个叫 Lucas 这个方法呢，也是为了寻找一些很 diversified 的这个就多样化的蛋白质主链结构，这个蛋白质主链结构。然后包括在前一点这个这个应该是库曼他们组的这个 screen， 这是基于图方法的一个蛋白质主链的一个构建方法。然后呢基于这些方法呢，他们也能够产生一些就能够产生很多可设计性的这个主链蛋白。然后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不依赖这些比如说这些天然的结构片段，这里面的这个 loop， 以及呢这些天然的结构片段，也不用这个受限制的参数化方法。然后呢，我们要保持这个自然过程中主链柔性这样一个途径，来生成可设计性的蛋白质主链呢，也就是我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这个 SCUBA 这个方法。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组之前的这个 Abacus 固定主链的序
列设计方法加在一起，我们形成这样一个工具链，用来做这个蛋白质的从头设计。这个就是我先把结果，就是我们这个 SCUBA Epicurs 从头设计工具链设计的这些蛋白放在一起，这一共是9个晶体结构。这些结构呢，就是说是用 SCUBA 然后去做这个主链的设计，然后优化，主要是这个结构采样和优化，然后再与这个 Epicurs 序列设计方法一起结合，最终拿到的这些经过实验验证的结构。接下来我会就是按照我一个顺序吧，然后来介绍这些就是不做的。由于我们这个文章呢是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呢我接下来在介绍的时候主要是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从时间上展开，就是我们是怎么然后一步一步发展这个方法，最终呢让它呈现在大家面前的。首先要设计这样一些就是说可设计性的主链结构，那么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个蛋白质主链它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你要如何去处理它。在这前呢2006年的时候，应该是 Rose 他们发展的是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说虽然说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或者说它的三级结构是由氨基酸一这个序列，也就是说蛋白的一级结构来决定的，但是呢这个蛋白的主链结构它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有些结构有些主链结构它长成那个样子，就是很容易有氨基酸序列能够折叠成那个样子，然后呢另一些结构它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序列能够变成那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个蛋白质主链结构本身是有可设计和不可设计这样一个区分的。那么怎么去区分它们呢？之前他们提出来这叫 prescribed， 也就是说结构它可不可设计是已经预先已经确定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就是说没有氨基酸序列的这样一个能量面，比如说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考虑这个序列的时候，这些主链那个结构在处于不同的构象的时候，它的能量是这里面是画在这个一维的这个线，画在二维平面上是一个示意图。那么在这些图上面呢，这些局部的一些极小点，也就意味着在这些点对应的这个主链结构它是比较容易设计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找到 N 条这个序列氨基酸序列，使得这个氨基酸序列呢能够折叠成点对应的这个主链它的构象。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主链的可设计性和它的序列的选择性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解耦，某种意义上解耦。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主链的结构空间当中先去探索一些可设计性的主链，然后后面我们再考虑把这些氨基酸序列真实的放上去，就是说设计这些氨基酸序列。这个跟前面提到的这个包括 Top7 它这种就是说先把这个预定义序列，然后呢一边优化序列一边去做主链的一些围绕去构象采样，然后做迭代，最后形成这个是这个设计蛋白不一样，就在于我们把这个主链单独优化。它的好处就是说你这个序列空间如果加上这个结构的话，这个一同时采样的话，这个序列空间太大了，就是说计算上也不可行。那么把这个主链结构它的可设计性单独作为一个对象来考虑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就是说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就是有什么样的特性。因为如果你考虑整个主链，比如说100个残基的这个蛋白质这个主链结构，那么它的那个构象空间就太大了，你没法说我直接拿一个结构它的这个所有的原子来计算它的能量应该是多少。可能现在的这个深度学习包括这个端对端的方法可能有办法去做这样超高维的这个设计，但是呢我相信短时间内对于这种比如说100个残基的这种所有的原子考虑进来还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拆分，就是说
在哪些能量项，这个能量项就是说在它的哪些维度上，哪些这个结构特性上是那个做打分，就考虑它的衡量它的好坏，然后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形成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结构的好坏的一个评价，也就是我们这里面能量函数，把它称为能量函数，或者说叫打分函数。在 SkillBa 里面呢，我们是首先针对这个主链结构，我们叫 backbone center 的，就是以主链为这个中心的这样一个视角去考虑呢。首先这个主链刚刚提到有 phi psi 角， phi psi 角呢就是说这个主链的这个旋转二面角呢，它本身是有一些偏好的，包括我们生物的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大家肯定知道那个拉氏构象图，也就是说这个蛋白质链在形成这个结构的时候，包括它不同的二级结构阿尔法、贝塔以及这个螺旋这个 loop 区，它的二面角的偏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作为它的一个特征，或者说作为它的一个能量项。然后呢，作为这个蛋白质这个结构来说，它有就是说连续的一段，我们把它叫做 local structure。就是序列上连续的这样一段，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结构元素来考虑，然后这些不同的元素在依次串在一起，那就是它整个的链了。除了这些序列上的相关的呢，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叫做 through space 的，就是说在序列上距离很远，但是呢空间上在折叠成三级结构的时候空间上离得比较近的，它们之间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些团体对之间，也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能量项，作为一个这个元素来考虑。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能量项，包括这个主链的局部的这个氢键相互作用，但实际上从我们后面的看来呢，这是一个可选的一个能量项，它实际上是对于这个主链的这个main chain packing 的一个补充，因为这个 main chain packing 的时候，这个它从结果上来看已经考虑了这个氢键了。当然呢，我们这里面把它作为一个可选的内向。另外就是传统的，比如说这个键长啊、键角啊、非正常二面角这些，以及这个原子之间的那个叫做空间排斥极性，也就是这个范德华项等等一些考虑在内。那么这是一个。这些能量项呢，把它就是拆分成这些能量项，用来就是刻画蛋白质结构它的高维相关性。所以这样一拆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一个一个去学习。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要学这个，先从书本上学知识，上课的话，也是说分成各个学科，然后再分别去学，就类似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拆分成这些能量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要么你从头算，就是说，想办法就是定义它各种的这个能量项，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能量值；要么呢，我们也可以从天然蛋白结构中去统计学习。这个呢，包括我们之前的熊蒙博士开发的这个 Abacus， 也都是基于这个统计能量的这个思想。所谓的这个统计能量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对于一个结构或者说一条序列，它如果在这个自然界中它越常出现，那么我们考虑它能量越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考虑这个布尔兹曼的这个分布，就是说一个平衡态的一个系统当中，它的某一个状态，如果它的能量越低，那么它是越容易出现，那么它出现的概率也就越高。有这样一个关系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反过来，就是考察某一个构象，或者说那个在序列设计当中，就是每个序列的它的能量的时候，就可以看它在那个天然蛋白，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天然蛋白它能够存在，肯定是因为它处于一个能量的和一个极小点，一个比较稳定的点，和在这种没有这些结构。相互作用啊，或者说序列的偏好的情况下，它俩之间有一个差异。我们如果把这个差异找出来，就可以反向的量化成它的统计能量。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它的分布密度。那么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是通过去考察这些
相关的一些构象，它出现的就是个数，然后把个数再转换成它的比率，或者说我们在这里面用的叫 labor counting NC 这个方法。那么这个顾名思义 ，neighbor counting 也就是说找他的邻居或者说跟他相近的点的个数，这个点的个数呢，然后因为如果你在两个分布当中去考察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探测点，它周围的这个邻居的数量的时候，如果你选的范围是一样的，那么呢这个分母就可以约掉，所以你直接数它找到的这个个数多少就可以了。那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图里面画的，实际图里面画的这个 NC 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你在这个就是说天然蛋白构象，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能量比较低的构象这个数据集当中去找些这些邻居，找这些 neighbor 的时候，以及在那个你构建的这样一个参考数据集当中，参考分布当中去找这个统计点的时候，你用的标准要一样，也就是说这里面画出来的这个圈的这个半径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剩下的也就是说你如何确保你找到的这些点的个数在统计上有意义。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用的这个叫做KDE， 就是说可密度估计的这样一个方法去数这些点的时候，很明显在这个天然蛋白当中，天然构象当中，有些构象它就是出现的比较多，而有些构象它出现的就是少。那么在出现的多的地方，你找到的这些邻居点就多，然后呢在另外一些地方找的就少。那么为了保证你找到点的数量足够，那么就是有一个叫做自适应的这个可密度估计，就你选取的这些半径啊，这个圈大小要随着你找到的这些统计的时候这些数据点的密度去变化。当然这些就是比较基本上的细节了。现在说就是说你从这个 training 数据集，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天然蛋白结构当中抽提出的那些结构特征，然后呢比上这个你人为生成的从计算上生成的这个数据集，它俩之间的一个比值，就算出来是这个能量。那么也就是说你对于比如说我们这个主链的局部的结构，我们用的是五残基片段，那么它就有八个这个二面角，八个二面角呢去在这个八个二面角这个变量空间当中去统计出上面这个 training 的 neighbor 数量，然后比上下面这个 reference 这个 neighbor 的数量之后，就得到这个某一个构象它对应的这个主链局部结构它的统计能量，然后呢与这个它的这个构象相对应。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一个结构上所有的这些能量全都加起来，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构它的总的能量，大概是这么一个思想。然后我们说这个统计能量它有一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找到数量足够。那么这一点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右上角放的这个现在这个天然结构天然蛋白结构的数据库这个 PDB 当中的这个数量，我们这里面画的是这个晶体的蛋白晶体结构的数量已经达到这个6万这个量级了，所以说这个天然蛋白的结构的数量是已经是很多了。那么从中去除掉一些冗余的一些分辨率不高的下来的，我们这个 SCUBA 方法里面分辨的这个数据集用到了12400多个天然结构。好，那么刚刚是图比较多，这里面就是再放一些这个文字来调剂一下。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 SCUBA 能量函数当中划分的一些统计的能量项，这个统计能量项呢就是说这个 phi psi 角以及这个五残基片段它的 phi psi 角以及这个世界上不相邻但空间又相邻的空间上离得比较近的主链那个 pair 形成的这个 pair， 以及呢刚刚提到这个可选的这个主链亲键项，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这里面放了一个这个 rotamer， 这个 rotamer 就是说那个
你的侧链，氨基酸的那个侧链，这个角怎么转，形成的一些不同的异构体，旋转异构体，它的这个能量，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里面你提到的你的这个 scuba 是一个叫 backbone center 的这样一个著名能量函数，但是这里面又提到的这个侧链相关，放这个侧链相关能量项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如果只考虑主链的原子，那么很容易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它就是说形成一些非常规则的，然后呢，非常规则的二级结构，然后在实际用当中呢，它有一个就是偏向于它形成结构非常的紧凑。如果我们拿这个不带侧链相就是这个侧链能源项的这样一个能量函数产生的结构，就我后面会提到去设计序列的话，那么大概率它都是倾向于放一些很小的侧链上去，所以呢这里面放了一个这个侧链的相关的能量项，是把这个侧链来做一个空间上的站位，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侧链，但是至少要有一个侧链上那个位置得有一个空间站位符在那儿，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统计能量项。我们这里面主要的统计能量项，这个图刚刚也放到了，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天然结构以及生成的这样一个参考分布参考数据集当中形成的这些就是 C 方法得到的能量之后，我们就有很多这样的构象以及它对应的 NC 统计出来的能量。那么这些构象与能量呢，这些点是离散的。然后呢，另一点就是说，虽然说你有一个构象，我总能够从这两个分布当中去查到，就是数数，然后查到它的这个NC 的能量应该是至少，就是说它鲁贯性好，而且呢也很方便的构造这样一些能量项。但是它明显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算一个能量，算一个构象能量，你要两边去数这个 label， 然后数完之后再去算，数 label 这个是非常耗时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些能量是离散的，然后数据点离散的，能量不连续，这样一些这个缺点不足就限制了这个 NC 计算这个蛋白结构能量在蛋白结构设计当中的应用。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引入了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神经网络，拟合这些构象的点，也就是这些构象数据点，它以及它对应的能量，去拟合这样一些点。然后拟合这完了之后呢，就是很明显它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一个这个很简单的神经网络计算特别快，因为它是一个解析形式的，然后它这个算出来这个能量值是这个能量面是平滑的，而且是连续可导的。然后这个连续可导的话，就相当于它带有梯度，这个梯度就可以用于一些基于梯度的优化方法。那么我们把这个 NCNN 这个方法构造的统计能量项，再加上一些可选的约束项，包括这个 RMSD 的约束啊，以及它这个回转半径的约束啊等等这些，以及人为指定的一些约束，加上这个平常键角、二面角这些常规的物理能源项，把它以某种这个权重去，我们这里面用的就是简单的线性加和，给它加起来就得到我们总的用于评价这个蛋白质主链结构的好坏的这样一个能量函数，我们把它叫 scuba， 就是 side chain unknown backbone arrangement。这里面呢，可能稍微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这个 NCNN。可能有些人会误认为它是某一种新的这个神经网络类型，但实际上呢，我们这里面只是说把这个方法很直观的给它命名一下，就是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新的神经网络，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神经网络化的统计能量之后呢，因为它带梯度嘛，然后可以用于这个基于梯度的一些采样和这个模拟方法，我们这里面用的是随机动力学，然后把 scuba 这个能量的势能，它的对这个坐标的一个梯度，然后呢加上一个
极动程模拟里面的这个耗散力，再加上一个高斯白噪声的一个随机力，加一起呢，就可以对这个蛋白的结构，它的所有的原子去做随机动力学的模拟。那么在随机动力学模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比如说温度，比如说这个耗散力的这个耗散因子，然后去实现不同的目的的采样。比如说我们在低温下可以去做一个持日，这个结构持日，或者是在模拟退火这种温度波动情况下的一个结构的采样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用的这个蛋白质主链设计优化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把它画一个示意图，就是说在这个蛋白质这个结构能量面上面去做一些探索，然后我们希望它能找到一些就是能量上的极效点，对应于这个蛋白主链结构的可设计性比较好的一些构象，然后把这些构象用于我们后续的序列设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结构评估。然后呢，对于这个主链能量函数，就是说 screw one 能量函数，然后我们对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评估呢，就是说，先看一下这个能量函数它到底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好的可设计性的，这里面那个好就是指它的确是可设计的。天然蛋白它这个氨基酸序列都已经有了，这显然是可设计性的。所以我们拿这个33个分布在这个4种类型的天然蛋白它的晶体结构，然后对它去做一个以它为起始点做一个外皮秒的随机动力学模拟。然后在这个模拟的时候呢，做了一些顺带做了一些不同参数的一个调试。首先说我们直接用这个蛋白它的天然序列，也就是说它天然的结构来做一个这个模拟。那么这个 RG 的约束，也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回转半径的约束，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蛋白在模拟过程中，它相当于在真空当中，如果你不限制它的那个回转半径的话，它很可能就是很容易有一个就是扩散膨胀的一个倾向。所以呢，这里面加一个相当于把它约束在一个空间范围内，就是半径的一个约束。那么在天然序列，然后呢又有这个空间约束的情况下，这个跑几百皮秒之后，最后300皮秒，它和最初的这个天然的构象结构，天然结构它的 RG 结构区主链的 RMSD 可以到这个中位数可以到 1.25，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小的一个数。也就是说通过900皮秒模拟之后，它仍然能够维持它的真实天然的一个构象，说明呢这个天然结构的天然蛋白的结构在我们这个随机能量面上是处于一个比较靠近局部极小的地方，所以它是稳定在这样一个这个山谷的这样一个极小点。除此之外，因为我们在后面设计的时候，你不可能拿的都是这个天然结构，而且又知道它的天然的这个序列，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天然序列给它换成一个等化序列。等化序列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 RG 结构区给它放上不同的这个氨基酸类型就行了。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放的是alpha helix 区，给它放一个这个那个亮氨酸，然后呢 beta 区给它放这个缬氨酸，然后在那个 loop 区直接放甘氨酸就行了。这个放完之后，也就是达到了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它的侧链类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就是这个差离性 unknown。 但完之后呢，在有这个空间约束的情况下，它的不好意思，这两个我应该是写反了，上下这两个写反，就是说有这个约束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中位数是 2.23， 然后没有的情况下它 2.78。 同样的，这个天然序列它有和没有的情况下是 1.25 1.60， 这个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就是说天然蛋白的主链在 screw 能量面极小点附近，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它的类型，所以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测试，说明这个至少能量函数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下来就是说我们如何用这个能量函数去做真正的这个蛋白结构的主链结构的设计。我们对这个蛋白主链结构设计的时候，就是说对于 Scoop1 来说，相当于是对这个主链结构的这个优化。那么你优化的话，你这个初始结构怎么来，在我这个这里面画出来的，就是说通过人工指定的这样一个结构类型，这个框架我们把它叫做框架，然后呢人工生成它的一个完整的初始结构，但是这个结构是看起来就是很不合理的。然后拿着这个初始结构再去通过 Scoop1 的模拟优化，然后再通过这个优化之后得到的这个比较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可视性的主链，再拿去做这个序列设计。当然呢，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得到蛋白这个初始结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就是说描述的从这个我们这个框架到这个序列的整个的过程。然后后面呢，我再介绍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框架就是说指定的是二级结构的它的位置，然后它的方向，以及二级结构的长度，这样一些结构的要素，然后以及你连接这些不同的二级结构之间它的环区的那个初始的长度，然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程序去做。然后拿着这些，我这里面画了一些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二级结构的这个框架定义，然后呢拿这些定义去生成这个，我这里面画的一些是就是每个框架类型的它一些示例。你可以看到，虽然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比如说 Helix 这个结构类型大致的在这儿，但是这个被它 strand 是肯定是很不合理的。然后从这样一些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这个主链结构，如何去得到一些可设计的，就是说比较合理的主链结构呢？这就是 Scoop1 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用 Scoop1 的时候，这个是也经过很多次的一些探索实验，然后得到的 这样一个至少我们用起来还比较好的一个设计流程。我们把这个 Scoop1 优化这个初始结构，初始的很不合理的主链结构，然后到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主链结构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分为这样两个叫做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是用来形成这个目标二级结构堆积。第二个阶段是主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前面一个阶段基础上去搜索与优化它的主链结构。然后总的来说是分为五个步骤。然后这个是后面是具体的步骤的一些参数，在这里面就不做细致的介绍了。经过这样一个主链的结构的优化之后呢，我这里面放了一些示例，就是说初始结构这个样子，优化结构呢看起来是比较合理，至少看起来比较合理。为什么我们说它合理呢？因为我们拿这个优化后的结构去这个天然蛋白数据库当中去搜索跟它长得很像的，我们的确是得到一些跟它长得很像的这个天然结构，放在最右面这一列可以看到，至少在二级结构区它吻合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天然蛋白我们认为它是一些，至少它已经隔离的比较好，认为它是一些可设计的结构。那么我们优化出来的这个结构呢，和天然结构长得比较像，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我们优化出来的这个结构它看起来是可设计的，可以拿来设计序列的。这是一些示例。实际上呢，我们对这个各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些优化后的结构都做了搜索，然后呢大部分这里面我是截取了一段，都能够找到和它的比较像的天然结构。你可以看到都是在二点几 3i 以内。然后呢右面这个图就是说对于这个它们匹配上的这些残基，然后它的那个碳二发原子它离得有多近，如果离得越近说明它至少在这个位置它俩就是越相似。然后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出一点，就是我想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不像的这些点大部分都是在这个环区，这个相当于先埋一个伏笔，就是说我们后面会就是会碰到这个问题。在这些环区呢，它的这个主链的这个结构是不太像的，就是说是有一些偏差的。
但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些长得非常不像样的这些初始结构，很随意的、任意的初始结构，拿 Scuba 跑 SD 模拟优化出来的这些主链结构，看起来至少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我们说它合理，从这个二级结构它的堆积上和天然蛋白像，这一点并不能使人信服，就是说你不能认为这样能够笃定这个结构就一定合理的。最终它能不能设计，还是要通过实验去这个验证检验。那么我从前面这些必要的这些构建的这些主链类型当中挑选了这样一个，就是我刚刚画的这样一个结构。从这个结构，或者说这里面我用的是它，因为这个结构有这样一些点。首先它是包括 alpha helix 以及这个 beta strand 二级结构类型，然后呢它又包括这两种二级结构类型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它的 N 端和这个 C 端又比较近，可能比如说你拿这个结构做一些单元去做一些其他的结构上的事情比较方便。所以呢基于这样一些理由，我选择了就是说这个结构类型去做这个蛋白质序列设计的测试。我们序列设计呢就是用的，我们也是基于数据驱动的 Abaxx2 这个方法去做对于这个蛋白质主链的这个序列设计。序列设计的流程放在这里，就是说比如说我前面一共有十个生成的优化后的这个主链，然后呢这些主链呢你不可能假设说我拿一个主链然后就可以也对它设计这个序列然后期待它我比较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这里面拿了十个不同的那个优化库的那个主链，然后分别去做这个序列设计。这个序列设计首先呢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序列设计 V， 这个我解释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文章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就是说是拿这个改造后的这个序列设计软件 Abaxx 改造的这个一个点，就是说把它的一些侧链一些放的话相互作用的一些半径给它缩小一点，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序列设计的初期给它引入一些比较大的这个侧链，然后呢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张位的作用，然后在后面的这个迭代的过程中你可以放入这个比较合理的氨基酸侧链。右边这个图呢我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那个不加这个就是在主链设计优化过程中不加这个 LVG 转化序列的话，就算它的序列的那个氨基酸它的比如说这个丙氨酸甘氨酸这种小的侧链的氨基酸数量是明显的非常不合理的多。然后呢我们加入 LVG 这个简化序列之后的主链优化，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迭代之后能够达到这个绿色的显示的这个就是天然的氨基酸这个分布，就比较接近，导致得到很大改善。然后呢在进入这个序列设计流程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就是说一个初始主链经过这个不同的这个随机数的这个种子的这个优化的轨迹之后，比如说我每个主链优化出五条轨迹，那么我们十个主链就有50个这个优化后的主链，优化后主链然后再送到这个序列设计这样一个循环当中。然后呢这里面比如说我这里面用三个循环设计完了之后，每个这个优化后的这个主链都挑最好的一条，这个最好的这个序列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序列设计软件 Abaxx 认为它能量比较低，然后得到这个50条序列。再拿这个序列呢，我看到这个屏幕上有一个这个标记，是不是这是一个问号吗？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不我们后面再一起就是讨论。我先把这个就是这个 slide 讲完，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序列预测，序列预测后面再解释，就是我拿到这个序列之后，在做实验之前啊，我先去做这样一个算上的一个检验。用的这个序
这些预测我们用的是这个Rosetta 的这样一个叫 forward forwarding 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比如你设计出来的序列，它的预测的二级结构类型，然后呢，再找这些三个残疾以及五个残疾的片段，然后拿这些片段组装成你的整条的这个泰链，再经过 Rosetta 的这样一个从头折叠预测，然后得到一个优化后的结构，也就是它折叠后的结构。那么如果你这个结构设计的这个序列比较有可能折叠成这个真实的结构的话，那么它的打分，就是说 Rosetta 给出来打分应该比较低，而且呢它应该是基于就是说跟你的那个目标结构，就是说或者说你这个能量最低那个结构，它应该它的 RMSD 比较接近，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折叠的这个能量图，折叠豆豆图。如果你这个序列那个设计的不太好的话，那很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漏斗图。那么我们后续的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漏斗图的这个折叠预测结果去做一个计算上的一个评估。然后我们这里面因为是做我们人工设计的这个结构的一个筛选，所以说我们是已经有这样一个模板了，那么就相当于是你在预测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大概的，就是说你期望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呢没有必要再做这样一个非常耗时的计算量非常大的从头折叠预测。这里面用的是这个 bias 的有偏级的这样一个折叠预测，也是在18年这篇文章里面出来的。用这个方法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只选取这个跟我们这个设计模板设计目标结构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些片段去拼接，相当于你给这个预测这个过程，相当于是这个答卷过程，你给他打了小抄，如果他拿这个小抄都抄不好，都拼不出你的预期结构的话，那么说明你这个序列质量很可能就不好。通过这样一个这些预测之后，这个图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放到我们那个发表的文章里面，因为这个呢你看起来就很不严肃对吧，但是呢我比较喜欢这样一个图。这个图首先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个五十个结构，我设计的五十条序列，那么每条序列经过这个 Rosetta 这个折叠预测，就能够预测出一个结构以及它相应的能量。那么这个结构和我的它预测结构和我设计的目标结构之间的一个 RMSD 这个结构的差值，以及它的这个平分在每个残疾上的 Rosetta 能量，我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图里面。这个图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类似于那个极坐标系，就是说半径是个它的结构偏差，那么从这个地方往从这个原点往上，这个逆时针的角度就代表着它的 Rosetta 这个能量。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每个扇区呢是来自于同一个，就前面这一共有十个扇区，每个扇区来自于同一个这个结构，复制结构来的这些设计的序列。那么如果这个预测的比较好的话，在这个图上面反映出来应该就是离原点比较近，同时呢又离一条半径比较近，也就意味着它的预测的偏差小，而且能量又低。那么在这个图里面，也就是这一个点是分到了这个 3i 范围内。我把这个形象的就是形容为一个你预测的一个打靶的过程，就是说你预测出来打到这个靶中心的，说明这些设计的结构很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它才能在这个预测这个折叠预测当中得到比较好的分数，你靶心比较近。那么我们把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结构拿出来看它到底怎么样。这个结构呢直接预测出来的是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然后呢实际上我们我这个 SCUBA 我们 SCUBA 优化出来的是这个黄色和红色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至少在二结构片段区域它们是折叠，就是结合的比较好。我们先忽略这个 loop 区，因为至少这个二级结构结合的比较好。那么呢我们拿是比较靠近的这些比较靠近靶心的这些预测的这些
序列，然后拿去做实验尝试。当然我这个刚刚那个五十个只是就是说我某一次实验，然后某一次计算实验，然后拿到五十个。实际上呢，一共做了八个批次，一共33条这个设计序列，然后去做这个实验这个验证。当然这个实验就是一个蛋白的表达重化的一个过程了。那么这33条序列呢，其中有这个一部分4条是可以表达重化的，但是呢没有一条能够拿到这个结晶蛋白的晶体，甚至说4条它那个它的本身的状态也不太好，很容易聚集啊，然后这个重化也不是效果也不是太好。那么我们就考虑这个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刚刚前面已经提到说loop区环区，环区呢长得也就是优化出来的它也就是有点乱，但是呢之前我们没有特别关注这部分，但是现在虽然这个实验结果不太好，那必须要就慎重的考虑一下。那么这个一个是刚刚这个设计结果直接设计的序列，一个是直接结果预测结果不太好，一个是实验确实没有做出来。那么结构比对表明这个环区这个太裂偏长，而且构象不太合理。另外一个就是从序列上来看，我们设计的那些比如说那33条以及其他的一些没有做实验的序列，它的而且结构表面的残疾类型都模式比较单调，所以接下来就做两点改进。一个是环区的优化，就是说那个二级结构连接二级结构的这个环区，然后呢把它的结构做一些调整。第二个是对表面残疾做一些那个量化的处理。首先我们看这个环区的优化，我在这个主链设计到这个序列设计，主链优化到序列设计中间加了一步，就是这个环区优化，后面会讲这个怎么优化的。然后呢上一个环区优化之后，因为你环区优化的结果不一定就是说一个结构就优化出一个结果，你为了保证这个多样性以及这个尽量提高这个优化的成功率，可以就是说一个结构优化出多个这个环区优化后的结构，这里面比如说一个结构得到10个环区优化后的结果，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10倍的扩增，所以这里面10个初始结构50个那个主链这个优化后的结构，然后到500个这个环区又优化的结构，那么这样一来我就得到500条这个设计好的这个序列跳出来的序列，然后把这些序列再送去设计预测，再看一下它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刚刚提到这个环区优化，其实这里面就是说做的也很简单，就是说对于一个环区来说，首先它是从上一段二级结构的这个末端，就是环区的起始点以及环区的结束点，加上这个环区的这个长度，也就是说它这个氨基酸或者说这个残疾的数量作为它的结构要素，然后呢你对这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可能组合去做一个这个搜索，然后呢搜索的一个标准就是说给它重新优化后这个环区这个残疾平分到每个残疾上的我们 SCOBA 的这个能量它有就是多少，我们肯定希望这个能量是降低的，除此之外其他的部分给它固定。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是一次优化这样一个环区，同时呢你在另外一个就不停的在优化这个优化这个优化这个这个这些环区分别的去优化，优化完了之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可以得到环区充分优化后的这样一个主链的构象。然后刚刚说到这个按照这个SCOBA能量去挑，那么这样你挑的时候就是说你肯定希望挑能量低的，图就是很其实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对于每一个 loop 去搜索它的能量优化的结果的时候，我是按照它的这个同的长度不同的这个环区的长度，然后分别算它的各种构象能量。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就是说你在连它的时候这个长度应该是要比较合适的，然后呢选择这个能量最低的对应这个单每个残疾，
释放能量最低的这样一个长度，以及呢稍微短一点的这个环区长度，然后把这些每个点都定着一个环区的构象，把这些构象经过聚拢之后拿出来。那么呢，比如说我从这里面环区一里面挑十个候选，二里面挑十个候选，然后等等每个挑十个，这样的话它就有比如说十万种可能，从这些组合当中去挑从优化后的环区优化后的这个结构，然后拿那个结构再去算那个序列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五百条序列，然后再去做这个环区做这个序列的折叠预测。黑点呢还是刚刚那个五十个，这个红色的星号代表的就是说我拿这个五百条序列预测出来的，放到同样一个坐标系当中，那么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进入这个三 I 的这个圈的构象的点的这个序列的点的个数就多多了。那么再从这些点当中挑比较能量比较低，然后呢这个 MST 比较小，也就是结构差异比较小的这样一点拿出来看一下，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环区 UI 的设计的序列，然后经过这个折叠预测预测出来的这个折叠结构和我们设计的目标结构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包括这个环区，你像这两个几乎就是折叠成一致了，那就说明我们经过环区优化后的这样一些主链结构，它至少在 SCUBA 看来以及 Rosetta 这个能量函数这个体系看来它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它到底好不好，我们还是就是不看广告看疗效，看后面这个实验这个结果。这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是我们算这个每主链环区优化后运到每个残疾上面这个规范能量，当然这个是包含这个主链相关的这个能量，这个呢是一个它的能量的变化，这个肯定都是偏向于负的，当然这些有一些是就是优化后反而不好的这样一些比较少数的情况，总体上来说就是优化后这个环区它的残疾的能量还是降低了的。那么实际上也对于包括这个 Baker 之前他们也在文章当中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蛋白质的主链它其实就是说如果要它可设计性比较好的话，至少你要消除它主链上一些张力，那么我们认为这里面结果也是比较符合这样一个就是说张力减低的这样一个优化效果。那么下面这两个呢就是对应于刚刚前面那张图直观的看出来，就是说它的折叠预测的结果变好的一个这样一个统计上的一个分布，这个红色的就是说之前的，然后蓝色的是这个环区优化之后的，我们可以看到环区优化后，那么这些主链或偏差比较小的它的占比比较多，就是蓝色的这个柱状图，然后呢它的每个残疾上的那个弱项能量也降低了，也就是说从负偏差以及它的折叠预测能量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它是这个环区优化是达到了它的我们预期的效果。那么这个总结就是说通过这个环区优化可以更充分的搜索这个环区构象，然后去除构象不佳的残疾，然后有利于它整体的折叠，所以这个折叠预测结果变好了。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提到要增加氨基酸多样性，这里面我是通过对这个序列设计软件 Epicurus 2它的参考人做一个调整，然后呢加了这样三组，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这个参数调整之后的一些参考人，然后呢同样的再送到这个序列设计这个程序里面。那么经过这样四组之后，我们就得到了2000条这个经过这个主链优化然后序列设计这个迭代之后的氨基酸设计序列。那我们看一下四个不同的这个参考人设计的就是说氨基酸偏好挺不一样的设计结果，可以看出来这些进入这个 3I 的这个圈的这些预测结构这些预测结构都是比较多的，就相对于之前没有
那个环球没有优化都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从这个不同的组当中挑这些预测结构，我比较好的结构，或者说它对应的序列拿出来做这个实验验证。我这里面一共是刚刚四个类型呢，一共挑了30条这个氨基酸序列，然后去做基因的合成转化，然后蛋白表达重化。这次呢，这个也就拿到了2个基蛋白的它的蛋白晶体，然后呢，也在刘荣威博士、廖尚威博士的这个帮助下，解析了他们的晶体结构。然后这是我这个做出来的这些30个蛋白，然后一个实验的情况。除了这2个拿到晶体结构之外的，其他还有10个是虽然晶体那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没有最终拿到晶体结构，但是呢，我们也拿到它的二维和新补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表明至少它在那个溶液当中是比较好的，认为它是折叠至少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综合来看，我们这个设计成功率应该达到40%。这就是除了2个晶体结构之外的10个的结构的这个核磁二维核磁晶谱图，可以看到整体来说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呢，就是拿到晶体结构的这2个设计蛋白，我给它命名一个，就是说这个 XMRH， 一个是 EMRM， 这些结构呢也都当然是上传到 PDB 结构数据库当中，都是它的那个PDB ID。那么这个设计结构和中解出来晶体结构之间的偏差，主链原子的偏差都是在 EI 附近，可以说是比较准确了，就是说设计的比较准确。这就说明我们一设计出来的这些主链是合理的、可设计的。第二个，在 Abacus 序列设计过程当中找到这些氨基酸，它能够使得这个序列列成我们想要的这个样子。另一个就是说2个实际结构实际上呢，它的主链结构、二级结构区是非常像的，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就是说，前面那10个主链结构，实际上它之间的偏差不是太大。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环距结构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我们放到最后面再说。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阿尔法、贝塔类型的蛋白的设计的完整的流程。我这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些，因为这些呢在我们文章当中是没有写的呢，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做的这个过程肯定是没有必要，就是说一点一点像记叙文一样写下来。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就是说把这个过程，就是在咱们这个平台就是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希望呢对同样做蛋白质设计或者说感兴趣的朋友，就是说有一些帮助吧。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四元素的这个蛋白，这个是我师弟许阳，去做这样一些就这个设计工作。那么对于这个四个螺旋树，它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拿这个阿尔法 helix 螺旋去摆出来这个形成这个一个就是螺旋树吧，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前面那个阿尔法 helix 啊贝塔呢，是通过这个程序去逐渐去优化出来的。这些呢，因为这个 Alpha Helix 觉得比较就是说比较规则嘛，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在 PyMOL 里面自己去手摆出来一些比较初步的，就是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结构，然后再用 Scriba 去优化。最终呢 ，Scriba 优化出来的这个结构呢，拿到晶体结构的有这3个，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拿到这个二维核磁晶谱。看起来比较不错，但是最终这个没有最终拿到晶体。那么这3个结构呢，它和设计模板之间的，就是说把优化出来的那个主链结构之间的偏差，也都是在2i以内，都是设计的比较精确的。就是同样再重复一遍，就是说我们这个主链优化出来的主链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这个Abacus 这个序列设计也比较给力。
就是成功的设计出了这些序列，然后折叠成这样一些结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结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连接错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们这三个结构还是有代表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在已有的这样一个天然蛋白结构基础上，能不能做一些改造？这个呢，同样也是许阳师弟做的这样一个尝试，就是说把这个已有的这个天然蛋白，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切掉，完了之后呢，嫁接上一段人工摆放的这样一个二级结构这个片段，当然这个地方也是四个螺旋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许阳师弟他设计这个螺旋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也比较得心应手的。把它放上去之后呢，通过这个优化，然后地方刚刚另外提一句，就是这个地方初始的拿去做实验的也是八个结构，或者说这个八条序列，其中拿到这三个晶体结构，然后加一个二维赫兹晶谱，这个呢也是许阳同学也是拿了八条序列去做实验的验证，最后拿到一个晶体结构，这个晶体结构和设计的模板之间整体的这个 RMSD 也是在两安以内的，设计比较精确。然后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灰色的就是说这个天然结构，那么这个蓝色的就是说设计的模型，这个绿色的是从解出来晶体结构。可以看到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初始延伸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地方这个 helix 它是没有连上的，就是说摆出来之后地方没有连上，但是那优化过程中就给它捋直了，就是给它优化成一个完整的这个 helix， 然后呢它最终就是说这样的结构它拿到了这个实验结果，就是得到晶体结构。这可能就是说逐步的这个结构还是合理性比较重要的。这之外呢这些你像这个地方这个 H3 和 H4 这两个 helix 之间这个loop 它比较短，然后呢它如果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它和这个就是设计结构和晶体结构之间差异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非常精确的。这些 loop 比较长的，那这个它的设计结构和实验结构之间差别比较大，但是这个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个天然结构拓展的这个实验呢，做这个的时候还没有用这个环区优化，所以呢这个也就佐证了我们前面说把这个环区充分的采样，然后优化，然后提高它的主链设计成功率，是这样一个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不依赖天然结构拼接的，不依赖天然结构片段拼接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你能不能设计出就是跟天然结构很不一样的，或者说这个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这些蛋白的，我们这个结果来看显然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部分呢也是许阳师弟去拿这个 SCUBA， 然后对这些就是说完全随机摆放的这个蛋白优化出来的这样一些设计模型，他挑出来的一共有这就是13个这个模型。提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摆放的，就是说拿这个六个alpha helix 片段，当时是这个这里面这是五个 helix 片段，然后去在里面摆放，然后在这个球空间当中去随机的去摆动，然后给它就是说用合理的方式连起来，这个连起来也是用程序去做的，然后这个球我记得是 15i 这样一个球的半径是 15i 这样一个球里面去让它随机的去摆动，最后优化出这些结构三个呢，也设计了序列，然后呢去做蛋白的这个表达纯化这个实验，说呢有这三个它设计出来这个序列呢可以表达纯化，然后呢它的 HSQC 这个二维赫兹晶谱的那个结果看起来也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至少在溶液当中它的状态是不错的，但是就是没有拿到它的基底结构。我们猜测一个就是说这些结构都很小，然后呢它自身呢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就是说结晶，所以呢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它贴上一个 MBP 标签，促进它的那个结晶状态。然后这个工作这部分实验当然也这个胡一红师妹也出了很大的力，就是一起去把这件事情给组成，最终拿到这三个蛋白呢，然后它的就是设计模型和它的绿色的这个晶体结构，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偏差也都是在两 F 附近，比较小，可以说是设计的比较精确。然后它的单体的就是说独立状态的这个在溶液当中的核磁新谱量也不错。然后前面说到这个是随机摆放螺旋蛋白，然后呢它和三界中已有的蛋白区别有多大呢？我们对这个天然蛋白结构数据库搜索的情况来看，就是说这个绿色的是我们这里面这个设计的模型结构，然后呢和天然三界中这个天然结构数据库当中这个像的结构，也就是这个红色的结构，它只有一部分能够匹配上，那然后它的晶体结构是匹配不上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随机摆放，然后呢 SCUBA 去的这个结构优化，然后找到的这样一些主链的折叠或者说这个主链的构象，确实是三界中没有见过的这样一个新颖的结构。所以说这也体现了 SCUBA 虽然说是就是从自然界中已有的天然蛋白结构数据当中学习这些结构的特征它的能量，但是呢把它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还是可以用于这个设计这个新的结构的。这就好比你把字典里面字词全都学会，然后呢你可以创造出就是说字典当中例句里面不存在的新的文学这些作品，那是这么一回事。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两个阿尔法贝塔的蛋白它的主链二级结构区是很像的，但是这个路区不一样，很不一样。同时呢所有这些路区19个路区除了个别这个设计模型和实验结构偏差比较大，其余的它的偏差都很小，或者说我们设计模型和最终的就是设计的比较精确比较准确。那么在基础上呢就是说二级结构堆积很像的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这些环区很不一样，那么这有一个比如说可能应用就是说我同样这个主体结构二级结构，然后呢我用这个方法去实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环区，然后从中挑出一些合理的，那么这些合理的环区结构呢就是说增加它的多样性，增加结构多样性，然后因为很多这个功能蛋白它的一些功能的活性位点在这个环区在这个 loop 区，那么我们拿这些人工设计的比较好的多样的这些环区可以尝试做一些功能上的这个设计，当然这是一个就是说可能的一个方向。另外一点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设计就是从设计的蛋白它的热稳定性比较好，我们这里面呢也对这个设计的这两个其中两个蛋白做了热稳定性的一个测试，用的是那个原奥色谱 CD 测试。我们是把它温度从25上升到95摄氏度，可以看到在温度升高的过程中，这个它的二级结构含量基本上维持着稳定。换句话说，在温度从25摄氏度上升到95摄氏度的过程中，这个结构呢是保持的稳定，也就是说它的热稳定性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说天然蛋白它热稳大部分
稳定性不高，是因为它三界中它没有必要就是说应对那么高的温度，这种情况很少。但是呢，这个计算设计的这些蛋白呢，这些优化的程序，它都是就是说使得它的二结构堆积，包括它的这个数据核心量往非常强的方向去走，去优化。那么很显然得到最后得到的这样一些优化的结构设计的这些结果，它的热稳定性比较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另外也就体现出我们这个蛋白的计算设计它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应用方向，就是说改造这个蛋白的这个热稳定性。后来就是说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分享之后呢，有一点点就是讨论吧，就关于我们这个SCUBA 也好，这个蛋白设计也好，一个讨论。一个是SCUBA， 我们这个 SCUBA 方法是直接优化主链的，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在单独优化主链这一块可以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是对这个构象空间是连续采样的，允许它的主链的柔性。然后对于这些较短的环区呢，它的优化效果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那个随机摆放螺旋蛋白的设计结果来看，可以对这个主链构象空间做一些探索，甚至呢在保证这个保持主链柔性的情况下，可以做蛋白质相互作用界面的一些设计，或者是蛋白质这个口袋设计，包括酶的这个混音位点啊等等这些一些重复设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这个可以就是发挥想象。那么是工具嘛，肯定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就是说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特性，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们这个 SCUBA 它的能量函数精度，从我们这个原理上或者说以及它结果上来看呢，精度都不是太高的，因为你首先你已经把这个测验这个高精度的相互作用已经撇开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主链能量函数它的能量精度我看来是保持这个一样，保持一个高的一个这个情况，就相当于我们设计这些优化的这些主链结构，拿到这个 SCUBA 来优化之后，它最终还是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需要这个序列设计和这个主链优化这样一个迭代去弥补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第二个就是说SCUBA 优化的这样一个流程，或者说这个拿到这些结果来看呢，这个优化出来这个结构都是在一个局部范围的一个空间局部极小，那么能不能对这个做空间做更大范围的采样，一个是要考验这个能量函数能不能在整个空间当中尽量准确的去刻画它的这个结构的就是好坏，另一个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采提高你这个采样的这个效率啊，或者说它的采样的那个空间范围，比如说是不是能够结合这个现在这个神经网络这个生成模型去大范围的去采样，得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不同区域的这个初始结构，然后呢 SCUBA 也可以对这些结构去做优化。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长的这个环区结构建模，在这个我已经分享的这些工作当中，这个设计比较好的环区结构都是比较短的，那么比较长的这些环区结构呢，可能需要就是说你要考虑它的测链的相互作用，因为它环区较短，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它的就是空间变量范围比较小，那你通过一个比较短的采样就可以或者说依靠这个主链的它的主链的偏好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但是长了之后是不是要考虑这个测链的相互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你考虑主链的呢，就是说你能够找到一些
比较大众化的，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些主链结构。那么如果还是就是说你有一些特异性特殊的这个考虑的话，能不能就是说加入一些特异性的项目作用，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这呢就是我一些就是对我们这个工具吧有一些这个思考。那么前面提到这个工具，就是说讲了这么多，然后呢这个工具也可以做到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工具我们怎么才能使它呢？就是说这个下载的方式，在我们在文章里面也有，就是说在这个 Zendalo 这个存档的一个平台上面有我们最终的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定型版本的吧。然后同时呢这个版本和我上传到这个 GitHub 上面的一个就是仓库里面的这个版本是一致的。当然呢这个仓库后期可能会按照需要吧，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也接收到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咨询，就是我们这个可能在工具的这个文档方面还有一些欠缺，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甚至不知道怎么安装，后期我可能会加入一些文档吧，说明吧。另外一个就是从刘老师的课题组这个网站上也可以下载到这个版本呢，当时是二进制的，而且呢这里面我记得是比这个更早的一个版本，就是说专门用来做主链优化的。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然后我们一起就是说沟通交流讨论。讲到这儿呢，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刘老师这个课题组这个生活工作学习这个期间呢，感觉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包括刘海燕老师、陈娟老师也很耐心的指导，然后呢包括平衡师生在这个统计能量啊咱们的设计这方面相当于给我很多的这个就是指导，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个主力军，然后许阳师弟和这个胡一红师妹，得到大家很多的帮助，以及其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在这个做实验方面的诸多帮助，我在这里就一并感谢大家。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好的，谢谢黄博士今天精彩的这个公开课，然后黄博士的公开课非常的详细，相信大家对于技术上各方面的细节也都有很好的一个了解。那我对就简单的过一下这个评论区里面大家观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询问您这个对于给定自然界的蛋白，就是 Q 版能模拟自然界蛋白结构并重新设计吗？类似于贝壳的那种 IL2。是可以的，首先说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刚刚前面在这个有一张 slide 里面就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大家应该能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初始结构是没有人为的限制的，就是说你可以是 global design 的，就是说人工的 build， 然后呢也可以是自然中已有的，甚至说你自己从那个在 PyMOL 啊 Chimera 啊或者是那个 Yosara 上面这些工具里面人工 build 都可以作为这个 Scuba 的输入结构。然后呢就是你提到的这个重新设计，那么就是说你用不同的参数不同的得到不同的这个模拟轨迹，那么你可以从中挑选那个认为比较好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突变体，我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请问能继续模拟这种复合物结构吗？复合物结构呢，首先来说已有的这个 Scuba 的版本是支持多条链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多条链它是不是就是说形成这个复合物它的相互作用到底怎么样呢？Scuba 没有对这方面做一个特别的一个照顾，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定说它一定能模拟这个复合物的相互作用非常好，这个可能在我后面的就是最后一页的讨论当中
提到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加入一些特异性的项目作用来考虑这个复合物的结构。谢谢黄博士。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询问您，就是他这位观众是搞人工智能的，想询问您这个序列间隔较远的成对相互作用这一能量项，目前业界是一般是怎么做的，然后有基于统计学方法的估算的一些论文进行推荐吗？这个序列间隔较远的成对相互作用呢，也就是说这个序列上可能就是说完全不相邻，对吧？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实际上说至少是间隔六个残疾以上，然后呢在它的空间三维结构当中比较近，这个就是说你在因为无论是训练时候这个天然数据，还是说你在做模拟过程中，因为你都是有这个结构的，就可以知道哪些结构是这个残疾这个比较近，只要我们拿到这个定义。那么这个比较近的这个能量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SCLA 这里面考虑的是它的主链四个原子它的一个 orientation， 就是说这个主链的NCACO 这四个原子互相之间的距离，以及它这个残疾所在的这个周围的这个主链二面角的一个就是主链二面角作为它的局部环境。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就有序列你就有这个原子的距离，然后呢又有这个二面角，那么把这些就作为这个统计的那个向量的这个不同的维度，然后去对对一个是训练数据集，就是说这里面天然数据集，一个是你对这些你假设这些不同的变量之间各自是独立的，然后你去生成就是随机的这样一些数据，然后去在这两个数据集当中去统计。那么这个呢其实在之前周耀琴老师在做 DeepFire 的时候 DeepFire 这个能量统计能量的时候就最早就提出了这个基于这个这个天然的这个数就是说观察数据集以及这个构建人工构建的这个参考数据集去做这样一个统计学的这个统计能量。谢谢黄博士。然后下一个问题询问您，就您提到说搜索和天然构型比较像的这个步骤具体是怎么实现高效搜索的呢？这个呢就是刚刚可能就是漏掉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方法搜索和天然空间比较天然构象比较像的这个我先翻到这一页比较像的这个呢里面用的是 DALI，就是 DALI Search 这样一个 Web Server， 以及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结构在 DALI 那个 Search 里面没有找到非常像的，我是用的那个 MTM9， 应该是南开大学的杨建义老师他们组做的这样一个工具，用这些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工具去做的这个搜索。谢谢黄博士。然后下一个询问您是有可能预测功能吗，如结合功能或催化功能与定向进化结合的可能性如何？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首先 SCUBA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没有被设计用来预测这个功能，我想呢你能去用于这个功能的预测也是就是说拿剪刀去切菜也是不合适的，就是说不是干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是结合功能和催化功能是没法直接去预测的。但是呢前面刚刚那位朋友也提到就是说去做这个复合物的这个预测，那么我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是特异性相互作用这一块如果做的比较好的话，就在 SCUBA 这个里面做的比较好的话给它加进去，那么如果你可以就是说模拟这个复合物或者截面的这块的结构的话，那么是有可能就是说结合人的经验这个人的经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评价标准可以得到它就是说结合功能和催化功能有没有这个可能的。然后当进化的话我觉得这个除非说在你已经有的一个基础上然后你去对它进行模拟然后看能不能与此同时
比如说你拿这个定向进化后的结果和你模拟的这个结果之间进行一个互相的一个比对，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们之前其实也想做这个，就是说定向进化去看一下之前设计不好的结构为什么没有设计好，当然这个是可以结合的。谢谢黄博士。然后接下来就询问您这个环区优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呢？环区优化的这个目标函数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分配在这个环区的每个残疾上的对吧能量，当然呢就是说包含这个主链相关的这些能量项的能量，也就是说你拿到模拟过程中其实 Scuba 是可以，就是说你是可以拿到它每个残疾上或者说这个去它的能量是多少的，然后你再可以分配给每个残疾，就是很容易 算出来的。那么在这个优化过程中呢，就是说你把这个环区的这个能量作为这个函数的一个输入吧，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写这样一些工具，然后让它比如说趋向稳定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小的数值认为它就是优化的比较充分了。所以说这个目标函数就是说这个分配在每个残疾上的 Scuba 的主链能量。谢谢黄博士。然后还有个问题询问您，这个有部分蛋白不表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同时有观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评价，说是对蛋白不表达目前还没有解决，就算天然蛋白一元表达成功率能达到40%就不错了。然后看看黄博士对这个问题是否有进一步的补充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是这个做蛋白表达这个结构方面这个专家，就是说我们之前也只是猜测，就是说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结果来看，很明显的就是说环区的那个结构特别不好，那么主链的结构张力，然后呢它设计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来的这个序列它直接表达不好，那就情有可原，也就相当于你出的试卷题都错了，数字都错了，你做出来答案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从这个level design 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设计的这个主链结构那么不好的话，它设计的序列也不好。如果另外的朋友提到，就是说这个天然蛋白有些就是一元表达也不好，这个其实我所知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在这个基础上补充的，就是说我们设计过程中看到的话，就是说你主链的这个结构不好，那么设计的这个蛋白就表达就是很困难。谢黄博士。那下一个问题是询问你，这 Scuba 可以设计两个蛋白质相互作用的 PPI 的 Binder 吗？类似于曹龙新老师的工作。对，这是刘老师的这个刘兴文老师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然后呢我认为是可以做的，就是说同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相互作用这一块的就是特异性给加强一下。否则的话，这个 Scuba 目前的这个基于主链的这个能量去优化这样一个主链之间的处的这个界面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勉强的。因为这个蛋白的相互作用的话，我们知道的主要还是靠它的侧链的这个特异性的相互作用，所以 Scuba 在做这方面的话目前来说有点勉强，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至少 Scuba 在这个主链的结构空间的探索以及这个主链柔性的这个设计方面是可以费把力的。谢谢黄博士。好，下一个问题询问您，可以将糖链修饰纳入结构计划中吗？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是从头到尾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蛋白的结构，包括你这个能量的训练以及你后续的你处理的这些结构体系都是蛋白。所以说如果要做糖链的修饰的话，那么你就要把糖链它的比如说它的原子和这个蛋白氨基酸肯定是不一样的，把它纳入到整个的这个 Scuba SD 这个模拟体系当中来，同时呢相应的能量项也要用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这个Neighbor Counting 这个方法去训练。但是这方面我不是很熟悉，就是糖做这块我不是很熟悉，我不能就是说肯定就是说这个一定可以拿来计算，因为我知道
糖的单糖的种类很多，然后呢，这糖的多糖它的结构空间就太大了，而且目前在糖蛋白这一块，这个已有的天然结构似乎不多，所以如果先拿这个这个 liver counting 来做这个训练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不排除其他的方法吧，比如说纳入到 SCIBA 这个体系当中是比较困难的。希望博士，然后下一个询问您是否可以去研究一些可容性的问题呢？就是可能一些方法会得到一些结构相同、序列类似，但是可容性不同的这个样本，这个是可以可能的吗？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单独研究这个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就是说 SCUBA 是做主链这个结构设计的，所以说这个可容性的话，它不完全是跟就是由主链来决定的，所以说这位朋友提到就是说能不能去研究。我觉得 SCUBA 能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就像他说的这个，就是说用 SCUBA 得到很多结构相同，然后序列类似、可容性不同的样本，这个实际上，不好意思，这里面是结构相同，然后序列相似是这个固定主链的序列设计。实际上我们这里面呢，就是用Abacus 去设计这些序列。但是接下来就是说，去拿到这些可容性不同的样本，可能需要做很多的实验。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说，你很难直接从计算上去评判，就是说我这个设计出来的序列它的可容性好不好？就是你没办法直接拿一条序列告诉你这个好还是不好。但是你可以从统计上来说，就是说如果主链是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用当前的，比如说这个Abacus 或者其他的蛋白的计算设计，这个序列的方法得到的这个序列，很可能是这个可容性比较好的，但是还需要就是说实验的数据的支撑。谢黄博士，那下一个询问您是这个定向进化中引入能量函数，您有是否有些建议呢？就是对于现在阿诺德弗朗西斯组使用的，单纯使用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的功能有什么看法吗？就从您的角度，在序列基础上引入三维结构或者能量函数，您有什么建议吗？首先，这个问题，对于从这个定向进化中引入能量函数，这个我也不是太理解。可能跟前面那位朋友提到，就是说把这个定向进化和这个我们这个能量函数，就是说能量函数以及这个采样得到的一些结果结合起来，是不是可以互相之间有个反馈？就是说，你进化定向进化得到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用来反馈你的这个能量函数的这个训练以及调整。这个第二个就是说，从单纯的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功能，我也看到目前这些，尤其是在这个深度学习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情况下来看，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我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呢？自然界当中这些蛋白各种的功能，它也都是通过序列的这些改变，然后进化或者说突变，经过这个自然选择、筛选、适应留下来的。那么自然界它做这件事情，就是通过序列，然后呢得到不同的这个结构，然后功能，走这样一条路。那么如果能够把中间这个它的联系或者说它的隐含的这些关联给打通，通过其他的什么模型给它打通，那么从序列预测功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测试结果比较好的一些方法。那么从序列基础上引入三维结构或者能量函数，这个首先说 Rosetta 它本身是一个全原子的一个能量函数，也就是说它是对于这个包括它在序列这个设计结构设计过程中都是序列和这个结构一起去做调整优化的，所以说这个序列基础上引入三维结构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序列基础上引入能量函数，这也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全原子的这个能量函数这个类型吧。另外一个我想到就是说，包括就是
我前面在一开始提到这个，一月份的那个贝克他们组的，就是叫蛋白的幻想设计，就 hallucination protein design 这个，就是说从序列直接得到，从随机的起始序列直接得到这个能够折叠成蛋白的这个序列，然后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可以的。哎，谢谢黄博士。那下一个问题是询问你这个 SPUBA 方法能不能用来检查跟其他蛋白或跟小分子相互作用，例如小分子的这结合位点，目前有哪些好的案例，准确度有多高呢？这个 SCUBA 这个能不能检查其他蛋白或小分子相互作用？其中这个跟其他蛋白相互作用这块，前面有好多个问题都已经提到了。我觉得目前是没有直接说拿它来检查这个蛋白的相互作用的，但是这个还是有这个扩展能力，就是说模拟这个就是多条链，然后它们之间如果加上这个推进相互作用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可以做它的这个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那么小分子这一块的话，小分子，就是目前发布的这个 SCUBA 版本里面是没有纳入小分子这个模型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刘老师课题组前段时间发的另外一篇 DPACT 这个，就是用来做与小分子结合的这个蛋白 pocket 设计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了小分子，它周围的一些合适的结合，残疾的构象的话，那么是可以结合 SCUBA 去做这个结合位点的这样一个match 的，就是说也是可以，就是说小分子结合位点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打分评估的。那这个文章前面对 JCIM 已经对已经发表了，可以直接去看。好的，谢谢黄博士。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您，这个为什么检测的终点是那个结构结晶，而不是功能性的活性测试？蛋白不可溶表达也可能是包含体表达。谢谢这位朋友。这个为什么检测的终点是结构结晶，而不是功能性的活性测试？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这些蛋白了，我们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能不能设计出来这个结构和我这个，就是说表达出来这个蛋白的这个真实的结构很相近，所以说我们拿这个结构结晶，然后解它的晶体结构，是一个很直观、很直接的一个标准。那么，为什么不是功能性活性测试？因为我们的设计目标，至少在这里面不是去做这个功能设计。如果我们后续拿这个工具，拿 SCUBA 以及 Abgars 去设计这个功能性蛋白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检测的终点就是它有没有活性，就是活性测试。另外一个蛋白不可溶表达，的确是可能是包含体表达，这个我是赞同意的。好的，谢谢黄博士。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询问你这个 SCUBA 的黄区优化和 Lucetta 的 KIC 相比，在效果上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们这个 SCUBA 目前这里面的黄区优化用的也是 KIC 算法，也就是说去做这个 loop closure， 就是说把这个打开的 loop 区，然后再给它连上。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只是就是说 build 它的初始结构，效果上我们没有就是说后面的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是依靠 SCUBA 的能量这个评估，然后去得到能量比较低的这个环区构象。那么这个过程呢，我没有和 Rosetta 的 KIC 那个就是 application 去直接的去比较。好的，谢谢黄博士。然后目前还有询问你在 SPUBA 在设计多大的蛋白上能保证整体结构的准确性，就是他看这个文章中设计的结构都不是很大。对，这个应该是我的一位朋友提的问题，就是说SCUBA 的话目前设计的这个结构呢都是在100个氨基酸左右，这个严格上来说就是大家说的这个 mini protein， 就是这个微小蛋白。我们现在设计这个100个残疾左右的这个蛋白，这个准确性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可以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扩展到多大的那个蛋白仍然能够保持它的准确性，
这个没有实验的，目前没有实验数据的支撑，现在这个还不好说。问题里有一些对于问题的一些讨论，然后其中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请问是否比较过 SKUBA 的能量函数与经典立场之间得到结果的一个差别呢？这个我没有拿 SCUBA 的量和经典立场直接去比较，对，也就是说我们 SCUBA 设计出来的这些优化出来的这结构没有去跑 MD 或者其他的这个模拟方法，然后去做交叉的评估。好的，谢谢黄博士。那现在评论区里暂时就没有新的问题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公开课可能今天就可以先到这里为止。然后最后谢谢黄博士今天精彩的这个讲座，也谢谢大家。好的，谢谢石博士。对，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今天讲的比较多。啊，对，但是黄博士的讲座真的非常精彩，非常详细。谢谢谢谢，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讨论和交流。